愿发现爱，让爱无所不在。我是高一平，大家好。从小呢，我们大家几乎都会梦想着有一天长大了以后要寻找到自己的王子，或者是遇见自己的公主，从此步入婚姻，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在结婚以后才会发现说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像我啦，我先生结婚前我就知道他很爱做饭，也很喜欢买菜，太好了。但是结婚后呢，就变成说厨房是他的，他霸占着，我都不准去用，我都不准进去。那很多先生觉得太太婚前那么温柔，后来发现在家里他是温柔的挖鼻孔。那有的人觉得自己的先生婚前啊保护我，呵护我，但是呢结婚以后卫生习惯一塌糊涂，究竟该怎么办呢？那现在啊，让我们一起来一一探讨这些问题。婚前婚后差很大，让我们一起转转发现爱。现在为各位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几位来宾。首先介绍是我们的两对夫妻于洋跟应纯，两位好。接下来介绍的是桂英跟徐伟夫妇，两位好。你看，主持人好，太好，看起来就是从来不吵架的样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的专家，非常的重要。首先介绍是美丽的林真老师。那接下来这一位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听他给我们很多指导的简老师。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了，我们要回到最现实的部分了。夫妻彼此之间嘛，一定有小地方让你觉得非常受不了。那我们制作单位很贴心，就让你们呢白纸黑字写下来，让我们看看好不好？就请各位呢笔写下你们夫妻生活习惯有哪些不同。其实要我用写的，我是打死了也不会写，因为我才不会留证据让我先生看到。可是如果要念，我应该可以念很多哈。那先好，我们就一起先来看一下，我们先看于洋。跟应纯，于洋说：“我晚睡，老婆早睡。对，婚前大概都一点睡觉，但我老婆呢，真的非常早睡，她都十一点前就一定要就寝。那其实这个按照健康学来说是蛮好的，对，没错，不要熬夜。但是我跟你一样，我都一点以后才睡。好，那再来就是婚前袜子内裤一起洗，因为单身的男生嘛，那总是觉得反正衣服有洗就好了，所以我就。”所有的衣服啊，不管是袜子啊、内裤啊，然后外面的衣服都一起丢到洗衣机里面洗。哦，这样子也省水省事，对不对？对 对, 對, 對、哦。拿出来，反正一次搞定啊。袜子当内裤穿，内裤当袜子穿，有什么关系？反正都穿在我身上啊，差别在哪里？对不对？很好。再来第三次，我爱看政论节目，老婆不爱。对，因为我觉得看政论节目就是你关心国家大事，对，對對然后关心。生活周遭发生的事情嘛，是的。但是我的老婆就非常不喜欢看这种很吵的节目，嗯，而且她觉得看这种节目呢，我又没有办法改变什么，看要做什么，觉得是浪费时间、浪费电，对不对？好，然后就是假日休闲安排。如果假日我们没有特别的规划的话，其实我比较喜欢跟朋友一起，例如说聚餐，对，或者是聊天。但是她比较喜欢的是，就是家人一起活动，或者是只是。把时间留给少数的亲朋好友，所以他比较喜欢跟家人一起相处，所谓的 quality time， 对 对, 對，很有质感的家庭相处。嗯、那我们看看老婆这边写的，就洗衣习惯，就是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惊吓的，就跟他讲说，为什么你袜子跟那个内衣裤要放在一起洗？他说，反正都有放洗衣粉进去，就洗完就干净。我说不行啊，就是袜子那要分开来洗，然后这就讲很多遍，因为细菌会在洗衣机聊天的，就是袜子的细菌跟内衣裤。细菌不一样，然后洗衣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做太太的都知道，那个杀菌效果就不同了，有吗？洗衣机会分心，就不知道该杀这个菌还是杀那个菌。好，继续。然后再来是上厕所习惯，因为我就是不是很能够接受，就是厕所有那个味道。男生有时候上厕所习惯会不小心，就是外面会溅到这样。哦，是。那我就瞄不准那个，我就去那边把它擦干净，不然会就是过一阵子就会有味道。没错。对，那。这个部分也是沟通了很久。再来就是洗杯子，这个呢就是杯子拿来呢用过了之后，然后他就说，哎，他要去洗杯子，然后水龙头打开就这样，哎，冲一冲，然后就洗好。然后我就很惊吓，我说你那个杯缘不稍微带一下吗？就是那个会有唇印啊，或者是什么吃如果有油，要搓一搓。有啊，我洗杯子啊。我说不是，你手要就是稍微带一下。
了，他觉得这样冲一冲就干净了，所以这个也变成是需要沟通的一个戏。女孩子比较细心哦，那接下来就收衣服哦。好，收衣服就是有时候我说哎，你帮我收一件衣服哇，他就去后面收了，结果后来一看衣架都在上面，衣服是收下来没错，衣架全部挂在上面。那我个子比较矮，所以呢我就要再去勾那个衣架下来，哇，真的是非常辛苦。这个也沟通蛮多是吧？对对对、哦、谢谢两位的分享。那我马上先来看另外我们这一对哈，作息规律只能交代一件事、我们徐伟先生的作息不好。他的作息非常的好，就是、非常的好、啊、真的、啊、非常的好，对、哦、时间到一定起床、嗯、那不是很好啊。对，然后晚上11点多他一定要睡觉，可是因为我的工作的缘故、嗯、我下班的时间他已经睡觉，那所以要跟他讲话不太容易。你就要6点钟起来跟他讲。哎，对，那是不可能的事。你都几点睡？我因为我回到家大概都11、12点、哦、所以等到要睡的时候大概1、2点，等于他快醒了就对了。差不多了。哦，好。再来就是作息规律，等于就是他一旦有个 routine 就是会按照他来运转。 对，因为他不喜欢他的规律被打断，所以有时候我下班回来想跟他讲话他已经睡了，所以有时候不忍心吵他。再来就只能交代一件事、哦、这个是最不能够忍受。怎么说？对，因为孩子很小，从小就我有3个孩子。对，那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比我必须去忙，是我就会交代说你等一下干嘛，等一下干嘛，等一下干嘛，他没有办法接受，他一次我只能交代他一件事。正常的规律我觉得没有问题可以交代，可是突发事件如果又在紧急的时候耽误大事，你还是只能交代他这件事。然后交代多，我只要交代2件事以上他就说你不要叫我做，他哦，他会直接拒绝你，绝，而不是告诉你说老婆我有短暂性失忆。对，我理解了。对了，在生活中尤其是很急的时候真的会很抓狂。来来来，我们看看完美先生徐伟先生。我们最大不同我觉得作息，我是早睡早起。对、啊、那他是晚睡晚起，这是习惯上很不同。其实因为我也是晚睡晚起，我很喜欢那个夜晚，就是先生小孩都睡了以后，然后我一个人在那边，全家都我一个的，就没有人打扰我，然后也没有人会突然说是老婆这个或者是妈要干嘛，他不应该哈，老婆不应该。OK， 然后再来就是饮食。饮食部分呢，我很喜欢比较吃肉啊、他比较喜欢吃菜，很不应该，不一样的，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所以你们的饮食是南辕北辙。那收纳跟时间观念，我喜欢居住的地方呢整整齐齐的啊，干净其次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干净是个人标准。那我太太呢，她很注重整洁，但是不太注重整齐。她喜欢干净，但是不太注重。东西一定要摆得整整齐齐的，乱中有序。对，哎，讲得很好。对，就是乱中，我们蛮可以聊一聊的。是，对，我东西很多，但是你随时问我什么，我马上可以从棉被下面抽一个东西出来。对啊，要找什么眼镜不见了啊？抽屉随便打开，就在这儿。好，我懂。是，那时间观念呢，其实是比较难容忍的地方啊，因为我大概跟人约好时间呢，我都会找到。哦，你会找到，很少会被人家等，所以我大概都会提早出门。但是结婚之后发现，我太太约好了时间呢，没有到最后一分钟不会出门，所以往往如果跟她出门就会迟到。我觉得你是我先生派来的，因为讲到你这边，感觉上好像也在我们家沟通过无数次哦。但是说实在的，真正要彻底改很难。那我们先再跳回到这个于洋夫妇这边，这些习惯也好，或他要求你也好，你有没有因此很抓狂？因为他生活上他就是比较不拘小节，然后很自由、轻松的，所以呢，他也常常就是，譬如说他开车的时候就很随性。那我是那种开车，我从 A 到 B， 我就是要规划最佳路径的那一种。那他就是那种，走错没关系啊，那这边还是可以到啊，那又没关系。就为了这个事情，我到后来我就跟他说，麻烦，可不可以就是下次我们要从 A 到 B 的时候呢，就是你稍微想一下，那不然就是我也会提醒你这样。但是有的时候，譬如说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他就又往公司开去了。我们先问一下我们林真老师好了。其实我先生开车这个部分，我也曾经觉得怎么搞的，我们要到那个地方，他却绕路。后来我就发现有个问题，就是男人真的他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所以你想想看，刚刚应纯说，特别在你跟先生聊天的时候，一起开车，
先生他就跟你聊天了，他就真的会有时候不知不觉就绕路了。可是我们做女性的往往就是我们不了解，好，男女是真的大不同。还有我觉得应纯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就是我也是凡事都有规矩，有一些就是说 A 到 B 就是 A 到 B， 为什么还要再绕道到 A+？ 可是我发现有一次我跟我先生也是在开车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怎么老是讲不听。就我先生很幽默，他就说，哎呀，反正又不是坐计程车，我们绕这个路我们就可以走另外，哎，就看欣赏不同的风景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用幽默可以化解一些小错误，这样子平安到达最重要。是，而且再换另外一个角度，今天听完以后，然后说不定回家于洋真的开始开车很专心，然后你跟他说什么他都没有在听，然后他就准时抵达，那你不更生气？对，我说什么你都没有在听，真的是很矛盾的事情。那迟到这件事情，徐伟，你有没有印象中老婆迟到最离谱的一次经验？然后那个时候你的反应是？我说这件事其实在我们结婚之后呢是经常发生，其中有一次我们都约好了下班之后呢，去帮我买一件衣服，所以我们要去逛街。那我就先到他上班的地方，在楼下等他。中间呢还有打过一两次电话问他说，时间都到了还不能下来吗？他总是跟我说快好了快好了，就下来了。那就这样子呢，时间就过去了。我等了足足将近有一个多钟头，他才慢慢的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就发飙了，其实我很少动怒的，可是那一次我自己很难理解自己，这样旁边没有人一样只看到他气成这样，然后出现在我眼前我就生气，我就发飙了。其实我让他等这么久我会觉得不好意思，当然，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让你等那么久，我不是故意的。肯定不是，对，真的，我相信你，绝对不是真的。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的工作是我在补习班工作，对，那那个时候学生都会找我讲一些事情，对，那我觉得我不太喜欢去拒绝学生，我觉得他会找我就他有重要事。那那天也很巧，有学生要找我谈事情，他心情他有压力什么的，那我就跟他聊聊聊聊，我就看到时间快要到，可是我在想应该快了应该快了，我很想把话题结束，可是学生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那所以他打来的时候我就说快了快了快了，然后我就想说好快了快了快了，结果学生一直讲，然后我只好就跟他讲完。那讲完后我就想说回了回了，等太久了，对，然后就用最快速度，虽然我怀疑我还是走得很快的，所以我一去跟他我真的很道歉耶，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他竟然大发飙，哎，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好像记得那天我有开车经过一个公车站，看到一个类似的。那我们这边要问一下我们简老师了，给我们一点建议好不好？我觉得年纪大或者结婚久，给我最大的那个好处是容量比较大，迟到并不是血肉之灾了，也不是牢狱之灾，也不是什么很痛苦的事情。长久以来，我就发现说这个不可能改变对方。但是改变对方最好的方法是你先适应了，你改变了，智慧上知道说，哎，这以后约时间应该怎么约比较好，怎么见面比较好，你自己会模拟成长，就是越来越知道什么话可以讲，什么话你只好吞下去了。徐伟，我应该把我先生电话给你，因为我的一些习惯呢，后来就变得每次我们要出门呢，我就说快了快了要走了，他说好，然后就去厨房泡一杯茶，然后那个叶子要打开还要差不多花五分钟，我说你干嘛在泡茶？他说没关系，你慢慢。果然等到我说真的可以出门的时候，他的茶已经喝完了，就是包括泡开，所以呢就放轻松哈。那想请问一下林真老师，大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很爱，然后就觉得对方怎样都是好的，就是为什么婚前可以配合，可是婚后就抱歉，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你知道吗？像徐伟跟应纯，你们两个是同一类的，你们两个是比较有规矩，然后什么事情是要按着次序来做事。好，可是偏偏你所娶的跟你所嫁的是有弹性的，你看，这就是非常有趣的事。其实我们婚姻都是在找一个好像是可以让我更完全的人，所以弹性的人会找那个比较有规有矩的人，有规有矩的人会去找那个有弹性的人，为的使自己更完全。是，好，可是婚后呢，我不能忍受那跟我不一样，因为跟我差太远了。可是你忘记了，婚前其实你在
内在你的内心里面其实是想找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好让你更完全。所以我觉得婚姻是美好的，婚姻其实是扩张我们生命中很大的度量，也是看见其实我们内在里面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的生命是完全的。所以你的配偶是最能帮助你完全的人哦。我的理论里面我是认为是叫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说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强，像等待的问题啊，像所谓洗杯子的问题，对不对？反正你就看到杯子就重新洗一遍就好，那不会怎么样啊。坦白讲，本来就没有那么多事情，那不要把它想得太严重。那美就在于说，哎呦，对方为我改变，或是我突然间用你的方式来处理以前我所做的事情，现在既然不仅是不觉得痛苦，而且是一种享受，也觉得蛮好的。那我们两个人生命都这样就更丰富嘛。其实我自己有个小方法，结婚14年，当然就我自认为其实每个人只要进入婚姻久了以后都会变成一个很有自己看法的哲学家，婚姻哲学家。其实有的时候我先生会做一些事情会让我觉得说这个毛病应该是永远不会改了，后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调整一下，所以下次再发生的时候我改变了，我觉得我好优秀哦，我都跟他讲，我觉得哇棒得不得了。我说我，那他也会很惊讶，对对对，就不断的告诉自己，其实我比他优秀，所以我不要对他有那么多的挑剔。那大家也知道是情人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可是有的时候结婚以后呢，对方感觉上像是眼里的一颗刺。那这些毛病这些问题啊要怎么样去解决呢？那在我们的节目里啊，我们非常贴心，因为制作单位觉得不光是聊大家夫妻彼此之间的一些事情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更温馨的一个环境，让大家呢转转再发现爱。来，各位请起立，跟我一起来转转发现爱哦。婚姻当中那么多的妹妹嘎嘎，很多小事情就累积成了没事变有事，有事变大事。所以现在呢，我们也要请我们的专家和我们的老师来告诉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做，回到我们最初的爱呢？婚姻要美满应该有两个条件。面对婚姻的过去，你拿了多少，你得到多少的经验，好让你的现在的婚姻觉得说还不错，值得啊。所以我们当夫妻的应该尽量在过去的时日尽量把那个快乐的让我们觉得念念不忘的东西常常去 remind 去记住，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种也是同样方法，一定要创造未来，让未来夫妻可以快活度日，这是传道书9章9节所说的所以快活度日是什么样，就现在要规划好让将来的日子也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很快乐的事情所以未来的度假就要排未来的生活就要规划我常常笑说，一顿麦当劳可以让一个小朋友乖3个钟头那你怎么让你的太太这个把她最近的埋怨变成一种喜乐呢？就跟她讲，哪时候看个电影，哪时候散个步，哪时候度个假，对，都是规划的。3顿麦当劳。但是跟像老师刚刚讲到嘛，就是过去的美好。对。那过去的美好不外乎就是像照片啊，现在手机要拍都这么容易， 对不对？那我们可不可以今天现场有没有准备照片啊，给我们看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吧。第一张，这一张是我们就是去蜜月的时候的那个照片，在哪里？然后这是在捷克的库伦诺夫，好棒啊！它就是一个很像童话小镇，对对对的那个地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其实我觉得每次看到这个照片，我们家的那个墙壁上也放这个照片，有吗？哦，就会觉得当如果真的有一些很生气的时候，然后你刚好经过我们那个整面墙都是照片，然后我们就叫做消气墙，就是你自己看看照片，很多点点滴滴，你就突然觉得说这个人是值得的，突然就会冷静一下这样子。太好了，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度蜜月的照片。下一张呢？哦，这一张哇，这是我们第一个儿子，对 baby 出生的时候的照片。小朋友真的现在3岁嘛，
真的还有时候会让妈妈蛮生气的。一看到她很小的时候，就觉得哇，其实她小时候对是很可爱的，多么真实的照片，妈妈都没有补妆哦，对，好棒啊，真是伟大，爸爸全程伟大，爸爸全程陪产，有啊，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记忆。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张的全家福，就是弟弟出生，他那个时候才大概一个多月。然后我们去庆祝哥哥的生日的时候，然后就照了我们的第一张的全家福。好，老师的建议真的很有用，看看照片哈。对，所有一切的爱都回来了，都发现了哈。那我们接下来这个结婚24年的这一对，桂英跟徐伟，看一下你们的照片。这张是我们应该是孩子长大以后可以离手以后，我们两个第一次去九寨沟旅游，就你们两个人。对对对，不带孩子，把他们丢在家，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旅游。然后这张是我们一起去骑脚踏车，从花莲骑到台东，好远哦。我觉得那个很不错的原因是因为那3天都在下雨，其实他一路上一开始他就一直骑在我身边陪伴着我，那我就觉得他可以骑更快的，为什么要等我？我觉得这样会拖累他那种奔驰的快乐，所以我就跟他说：“你不用理我，你继续骑。”我说：“我可以这边慢慢骑。”然后他才放心把我放下，然后往前骑。对，这就是他对你的态度啊，他对你的爱就是要照顾你啊，好感动哦！哦，下一张，下一张。哦，全家人。哎，对，这是我们全家。哦，带了3个保镖去的。哎，对，你们儿子啊？我们儿子，我们3个，怎么很壮？对，好壮哦！对啊，养得好，养得好。这个旅游我们两个完全没有管，是儿子规划、去安排。哦，真的。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们走，他们都遗传了爸爸的特质，懂得规划。啊，对，非常对。我觉得我们儿子很会规划。我们去小琉球玩。玩完了以后，我们就一路开车从南部到北部，然后顺便就是对我们亲人做个探访。那他们3个也很有趣，因为去小琉球，他们就说我们要有当地的文化，所以你看他们3个人就特别会唱琉球，哎，对，他们就去找了个很花的衬衫这样穿，对呀，啊，好对，要融入，对，太好，谢谢你们跟我们分享这些珍贵的照片。不过呢，我们的来宾有礼物，我们甄姐也准备了礼物哦。对，甄姐，我们的 surprise 是什么？当初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的什么优点？当当当当。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在婚姻当中常常才想到欣赏他哪一点是你觉得当初是你娶他嫁他的原因。这个很好，电视机前观众，我们也一起来做这个同样的一个很好玩的游戏，请把另外一半现在请他跟你面对面，所以于洋跟应纯面对面，先让于洋对应纯说你觉得他的优点，你要从老婆开始。老婆，我觉得我要说我老婆她有一个非常棒的特质，是她很细心，然后就像他就像现在我们有小孩，然后有的时候我可能要自己一个人然后带2个小孩的时候，例如说假日的时候，因为他是全职妈妈嘛，那他会把所有我要预备给小孩的，不管是奶粉啦或者是奶瓶啦，然后热水啊，然后还有副食品啊，甚至是尿布啊，然后还有几点要做什么事情，他全部都会列好。所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细心而且是很有步调和能力的人。然后我老婆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点，她会做一手非常好的菜，不管是中式或西式啊，不管是甜点啊或者是什么料理，她几乎她好厉害哦，她真的很会做菜。那我有一个最感动的一次是还没结婚的时候，然后我生日，她用了一些小方法，然后到了我家去，然后煮了一桌菜，然后还骗我说她在别的地方，然后我要先回家帮他拿一个什么东西过来找他，你先支开，然后 对，等到我回去的时候呢，那就是一顿烛光晚餐在我家里，哇，对对对，所以那个我老婆烧了一道好菜，我到现在都还在造福我自己。对对对，这种老婆不娶她娶谁，对不对？哎呦，感动哎。对对对。好，那应纯嘞，老公刚刚讲的都是对的嘛，哈，是是事实，对吧？事实表述哈。那你觉得呢？你对你先生的感觉？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点，就是他真的是非常的有耐心，而且他在他里面有很多的爱。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原本其实我也是在公司上班，那后来我全职当妈妈，其实这中间有很大的一个转换，可是我觉得他成为我一个很好的 support， 就是因为他全程陪我生孩子，然后他就哇，原来生产是这么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所以我在坐月子回到家的时候，他竟然就小朋友哭的时候，他就说你休息没关系，晚上小朋友哭我起来，然后所以
小朋友哭都是他起来抱小孩哄小孩，然后我就是可以睡到天亮，所以其实我恢复得很好，然后一直到生了弟弟也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他帮我分担了很多跟孩子之间的还有家里很多的事情。那一直到现在，虽然我在全职在家里，可是我还是有做一些事情。那有时候他就会说，哎，你这个礼拜要不要自己就放假去咖啡厅写写东西啊，那我就在家里陪小孩啊。对啊，他等于是给你放假。对对对，一般全职妈妈是没有假可以放的。我就觉得哇，太好了，我可以就是可以去。那所以每一次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心情好好，我充电充满了，就比较不会生气或者是失去耐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他给我很多的支持，是不管在婚前的时候，我在工作上其实他就已经是这样，然后在婚后其实他实际就是在这方面给我很多的 support。 是我补充一点啦，我觉得这样子做的过程当中呢，我比较能够去体会全职妈妈这个角色她到底有多辛苦了。我们可能理智上知道她很辛苦了，但是我们实际上，例如说有的时候假日真的是啊，就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小孩，然后你就知道那个体力还有心力要付出有多少。对老婆的时候就会更多对她有一份尊敬重和爱。所以好棒哦，你们两个是可以互相的在对方的情感里面真的是存了一大笔的款，然后你们可以彼此借着这个互相欣赏到，哎，他对为我所做的事，我欣赏他的事，所以这样就会帮你们婚姻，就是虽然辛苦，婚姻本来就不是很容易，可是你们会因为这样生活上即使有很多的不同，可是这样的欣赏可以帮助你们婚姻越敏感于对方的优点，然后啊，记住在你内心里面甚至于讲出来的话，这种婚姻是有福的。看得出来徐伟已经迫不及待要讲他太太的优点了。快跟我们说，你觉得桂英来？其实桂英啊，她的优点呢，外面就看得出来啊，她是一个很活泼、很开朗、很阳光的开心这个女孩子。那我发现，其实这优点呢，其实是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优点，是因为她有一个渲染力。我觉得在家里面，她很容易把家庭的气氛啊，带得相当的快乐。然后我很喜欢带他参与公司的一些聚会啊，这些，因为我觉得只要把他带出去呢，我会很自在，而且觉得很光荣。你看我老婆，对不对？他有渲染力，对，觉得他的优点是渲染力。你带给他多少欢乐，是对不对？那你觉得徐伟的优点是？其实我在婚前呢，他有一点让我很欣赏，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男人。我就觉得说，怎么会有这种人类？我真的这样觉得。你见过很多不负责任的吗？不是，因为我觉得太神奇，因为我们是同事，他在设计部，是他们设计部常常有时候熬夜啊，两三天熬夜，然后日以继夜这样工作。那大部分工作完案子出来了，就是回去休息嘛。那我记得有一次就是那个案子已经两三天，都到天亮哦。那天早上大概他们五六点就结束了，那就应该回去了嘛。那我们是九点上班。那我应该就是快要九点才会到，可是你知道那天当我到的时候，公司有人，我认为不应该有人的，因为设计部什么都没有人了，而且应该没有人，居然有人，而且就他就在设计部里面，我就很纳闷问他，你们不是应该会熬夜到天亮吗？他就说，是啊。我说那你怎么在这？他说哦，我回去了。他说他们弄到六点多回去，他回去洗个澡弄一弄，就八点多又来了。我说那你干嘛来啊？他说设计部都跑光，万一其他客户打电话来怎么办？他说我总是要有一个人。我说那他们安排你吗？他说没有，我没有安排啊，他是自动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男人太棒了，那个时候对他印象超级好的。然后结了婚以后，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他结婚以后，我就觉得他会让人家很稳。你知道我觉得只要有他在，天塌下来我都不用担心。因为我觉得他会担起来。我们家只要任何大事，我就把他拉出来。那我就不干我的事了，我就可以很快乐过我的事。所以我刚刚听到你们欣赏的事，其实跟我们刚刚谈的那个不同真的是有对应。像徐薇她就是比较有棱有角，她很规矩，那你就是弹性。对，那所以其实你们所欣赏的跟你们所真的当初为什么嫁他娶他，就是真的是
只是婚姻当中很多的磨让我们觉得我欣赏的部分好像都不见了哈。可是我觉得刚刚很棒的是徐薇知道太太其实弥补你那个真的你的那个框框的那个最好的一个帮助的力量，是很棒。所以我听得很开心，就是说开始大家发现彼此都不一样，对，没错，但是 finally 他们发现说哦，这是值得让我们欣赏的地方，因为就是因为他跟你不一样，所以弥补了，甚至也提供了我们日夜所期待的我们的比较缺少的地方。我相信夫妻一定都是互补的啦，没有两个人会在这个世界上是完全相同。那接下来我倒是蛮好奇，就是两对夫妻，你们对于对方，你知道他哪一些地方跟你是完全不一样，可是你是很愿意去接受，甚至说对方婚后愿意为你做的改变，然后你觉得就算跟你不一样也蛮好的，请写下来好不好？那我们先来看我们的于洋，你怎么写的？你说老婆个性急，反应直接，但是现在愿意学习慢一点，多好，而且比较温和反应，就不那么激动。以前呢，可能是他直接看到什么呢，他就会直接反应，例如说哦，那个可能厕所很脏啊，或者是衣服乱丢啊，他可能就会直接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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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反应。但是现在可能生活了。我们结婚了4年多嘛，然后有一些个性上的磨合，嗯哼，那他也知道那个可能是无心的啦，然后呢，他在这些事情上面，他的反应就会慢一点，嗯，然后呢，反应的语气也会稍微温和一点，嗯，那这个是我非常感谢，然后也非常欣赏的一个转变。哦，太好，那我们来看看应纯厕所的事情，他就改变他的习惯，坐着上厕所。那他刚刚有讲说，因为以前觉得啊，怎么一直重复，我后来就爆炸，就会一直念碎碎念。后来我就觉得这样也不好，所以我就说，哎，就是你来擦好了，就叫他来，就叫他来，这样子把他，哎，我觉得也比较不会生气。对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所以呢，全职妈妈一整天在家里被小朋友轰炸，到后来就会完全失去理智线的时候，就会对小孩也会很凶。那可是呢，他就会是很有耐心的，静下来跟小朋友讲，用讲的。那我可能就会用生气的，所以当我看到他是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怎么又失控了呢？我为什么不能够跟小朋友好好的说？原来是因为我真的可能太累了。那爸爸在讲的时候，我就可以理一下我自己的情绪，就不要让自己好像一直无限上纲的一直想要生气。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他让我看见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优点，就是他几乎我从来很少听到他批评，不管是人跟事情，即使他很喜欢看政论节目，我还是很少听到他批评。他就是会讲他的观点，是他觉得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或者是其实那个人他可能发生了一个不好的事情，他也不会说对啊，你看他这样子多不好，他会用另外一个正面，哦，也许他是不是怎么样，他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讲。所以我后来我发现，其实我还蛮直接喜欢去讲一件事情，可是他却是用很和缓的方式，会用不同的面向去看，这是我觉得我很需要去学习的地方，也是我很喜欢他的优点。他们的轨道是非常正向的轨道，对啊，了解不同，那么处理不同，甚至于往欣赏的角度去走，我觉得这很美。而且其实坐着上厕所好啊，很舒服，很休息一下。对，而且坐下来嘛，休息一下。那桂英。来吧，看看你对先生的赞美诗。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大概10多年的时间，他是在自己在家开工作室。嗯哼，你知道在家开工作室，他可以做到哪一点？我真的觉得很佩服。他可以每天早上一样6点多起床，然后吃早餐，吃完早餐以后灵修、读经、祷告，然后在差不多8点多、8点半，然后他就开始准时坐在电脑桌前就开始工作。而且这一工作呢，他可以工作到12点时间到。他就开始吃饭，吃完饭午休一下，然后就起来，然后1点半到开始工作，然后到了4点多5点，要接孩子继续接孩子，要做什么就做其他的事。真的，而且我觉得这一天两天就算了，他可以做10几年都这样，10年如一日，他就很规律，而且是在家开工作室。对呀，啊，他也不会偷懒。换成是我们两个已经把办公桌搬出来了，放在电视机前面，然后怎么早起，让他多睡一点了，没关系，反正在家里上班。对呀，啊，这么自律，这么的，对呀，啊，就是跟上班到公司是一模一样，是一模一样，而且没有人管，他自己约束自己。其实他这样子做会让我觉得我很有安全感，就算他在家开工作室，我不会担心。有。
而且在你身上我看得到那种喜乐跟安全、嗯、是太棒了。因为先生是功臣，那要看看你对你太太。而且两点啊，第一点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进入婚姻之后呢，计划没有用，因为永远都有变化产生。那慢慢呢，我觉得这个变化呢，为什么说是优点？因为我发现这个变化打破了我一些自私的生活，让我可以更加的活泼，更加的灵巧，来面对生活。那我觉得这样子是以往我没有享受到的另外一块乐趣。第二点呢是乱中有序。我前面说我喜欢这个很整齐的环境。对。但是呢我发现我的太太就不是这样。她虽然乱，可是每一次跟她要东西，她总会知道在哪里。他总会拿得到。那个乱中有序都是一切在他掌控当中。真的。所以其实真的不见得某一种个性一定会有某一种结果。我们刚看到从刚刚那个不同的当中的冲突到你们现在反而变成对方是你的一面镜子，然后你看到在婚姻中他的改变。好、那就是像于洋就欣赏他太太越来越怎么样脚步放慢。因为他看见你，他觉得你有耐心了。好，你知道夫妻都是互相在影响的，所以今天你们夫妻能够坐在这里，能够一直继续的，我们来谈婚姻生活。虽然大不同，可是就像徐伟，你们24年哈，也可以看见欣赏太太在这个乱中有序的这个欣赏的角度不一样了。然后太太欣赏你的是，哇，如果对于他的话，他不可能做到这样子，可是他却非常的。欣赏，而且非常的可能说是敬仰了哈，有那种感觉哈，有仰慕，有仰慕哈，对，所以这婚姻不知不觉不同，但是其实我们都表露出，其实我很欣赏对方，只是我们婚姻当中没有机会讲出来。其实我们刚刚做了一个练习，就是我今天带的这礼物，常常在众人面前来谈到你欣赏你另外一半的，其实就是你们的不同。好，我觉得好棒哦。今天两对哈，坦白讲水准实在太高了。那么很少看到有这么好的这种成长。那从理论上来讲，是说平常我们对对方的习惯啊，开始啊喜欢，而且某种行为有注意到他的好的时候啊，那其实会从这个习惯的行为啊变成一种个性上的欣赏啊，那是一个很美的那个东西啊。另外一个我是觉得是说，最让我感动的是你们今天都能够跳脱那个 self 自我。进入到对方的立场里面啊，是非常同理心的，恭喜你们。所以啊，今天在透过我们的讨论，我们就发现在婚姻当中如果有了接纳，然后呢看看一些美好回忆，不管是照片也好回想也好，你就可以回到你最初的爱。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儿回来了以后呢，我们一起来探讨，如果以后又碰到类似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到底应该如何去面对呢？我们一起等一下转转发现爱。从节目一直进行到现在，我们在聊的都是对对方的感觉，然后对方有什么地方我能不能接受。那现在这个阶段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看看我们自己身上有一些什么事情是在婚姻里面可以做调整的或者是贡献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的四位来宾聊聊自己，请你写在白板上，你觉得你能够为你自己的婚姻做些什么。好嘞，先看于洋写的，因为容易忘东忘西，把家庭代办事项记录在手机行事历当中。哦，你已经找到 paper 了，就希望可以用这种方式啦，然后来降低，因为每一天家庭要做的事情还是蛮多的啦。对啊，对，那就希望说自己还是可以仔细的把一些代办事项，就是把它记录在手机里面，对，然后每一天看的时候呢，尽量都把它记下来，多好，少让它变成一个唠叨的人。好好嘛，哦，这是爱哟，这是爱。我觉得他会说，虽然唠叨也很可爱，但是不唠叨更好爱，更容易爱。OK， 好，来接下来看应纯，来就是要改这个脾气。哦，你也觉得自己脾气改进空间，因为常常自己在爆炸的时候，然后就发现三个男孩。男生都很稳定，就觉得为什么自己要这样子，然后好像不要这样子也是很好，对，然后看见他其实都很 smooth 的在处理很多事情，是
是做得很好的，比我在那边这样暴跳如雷要效率好很多。我觉得嗯，我要改，就是当我第一时间的时候，我不要先生气，我先停，然后再来讲。其实不发脾气，事情还是可以解决。那你已经有 aware 说了解到这个事情，对啊，所以先 hold 一下，慢慢再发，那就对了，慢慢动怒。是，所以我觉得于央很棒哎，他刚讲一句话我很感动，就是说，你说要让自己比较 organize， 就是比较有规矩一点、规则一点，然后让你的太太不要去觉得说你一直都是没有改变嘛，然后你现在学习要把它记下来，所以好让太太不要变成一个唠叨的太太。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棒的，很有哲理的，很有智慧的丈夫能够让太太不要成为一个唠叨的太太，是从自己先改变，很棒，我要给你按个赞。谢谢，因为他婚前真的没有那么唠叨了，都一样，都一样。是，从女生后来变成太太，在做妈妈的时候，其实那个角色是女生是被迫突然不是小女生了，所以她也在调适当中。因为你们婚姻五年啊，但是我跟你说，应纯，生气啊容易长皱纹。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这一点呢、啊，就会觉得那就不要生气，是啊，是，其实练久了就好了，是，加油加油。那我们来看桂英，一太冲动，二太急，三学习放慢，还要再慢哦，不是开玩笑的，来来来，我看这三个都不可能改变的，对对对对对，对呀、啊，来来来，其实我刚刚想过哈，就是其实我跟他夫妻做这么久，是我有想过说我要学会他。很整齐，很有规律，然后把家里头弄得整井然有序。我真的试过做过，有吗？真的，刚开始整理的时候是整齐的，三天，对，非常好，对，没有多久开始就开始乱，开始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发现他也接受了啦，啊、对对对。你如果真的改了，他会还，这谁家？他还在学你呢，我跟你，他刚才讲过了，有，好，对，然后来，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定要改，冲动急，对，我很冲动，而且很急躁。可我觉得我有进步一些了，因为他有告诉我，他说你有比较进步，有进步一些了。那有一点进步就代表我还是有进步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要学习。好感动哦。那徐伟觉得嘞？三个字，包容力。哎、欸，不用改的耶，他都包容。我觉得、欸、真的耶。你真的吗？其实、我要解释的就是说，我觉得要改变一个人不容易。没错。那婚姻到现在呢24年，其实我真的觉得不需要改，很 OK。有一块就改了，可能就不是他了。所以他可以不用改。有时候要改变的是我们，所以那个包容力呢，我觉得是我可以用我的眼光，来接纳他，来欣赏他。我觉得那个我要在学习这一部分呢，那我觉得婚姻就更加的美满，非常好。好，他们都聊到了要自我改变嘛，我更顺遂的方式。我的看法是像刚才于洋在讲说你要写那个记事本啊，或者怎么样做，当然这是你的心意，为的是避免你太太会太唠叨，对不对？这个很美很美的行为。我猜了，有时候你虽然写了记事本，那就忘了忘了看记事本。有时候会 delete， 对对对，会忘了看记事本。就是有时候临时状况来，你记得第一项，忘了记第二项，这个我常常有这种事情啊，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给他多一点空间，说没有记事本的话如果那个时候你已经习惯不再像以前那么唠叨的话，我那个婚姻就自然而然就是更美的境界了。有一句话圣经上讲的我很喜欢，就是说有愿意的心必蒙悦纳。我觉得我们婚姻中真的很不容易，可是看见对方有愿意的心，也许不会真的一下子改变，可是他已经在做一个调整的时候，我觉得那都是很棒的一件事。然后我们真的是能够看见对方有愿意为我调整，就是在你们婚姻当中已经开始有一些真的改变了，而不是真正要完全的改变。我们也知道改变不容易。主持人，我可以补充一点？当然可以。我觉得有一首歌叫你容我容我觉得婚姻到最后那个话在里面好像就融入了他，那个融入我讲一个上个月我们发生在我们去探望一个小组的组员，探访之后呢，已经大概晚上7、8点，所以呢，他送我们到火车站。我们到了火车站之后，他自己发现，我发现的，我手机留在我们小组员的家里面。当我们在联络小组员的时候，在家都联络不上，因为他们都没带手机。结果我们只好折返到家那个小组员的家门口，
我们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嗯，我之前说曾经因为这件事暴怒，嗯，但是那一天给我们一个很精心的时刻，嗯，我们因为那一小时，我们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彼此谈心啊，我发现那是真的好像上帝安排的一段时间给我们的一个约会啊，不得了。那我后来我就提醒自己，我应该多去注意到，当你要离开的时候，我要留意一下你手边有没有东西没有带。所以那是我讲的，好像把自己融入他了，站在他的立场来看待这件事，所以在那件事一点怒气跟责备都没有，反而制造出我们很甜美的一刻。谢谢。哇，丈夫很棒，太太做好像是一个小的一个好像所谓的错误，因为遗忘东西，可是丈夫却把它当作是我以后要提醒你，我以后要注意一下。哇，你这境界太高了耶！这个就像是说，太太不小心踩到先生的脚，太太说：“哦，对不起，先生。”说：“不是，是我把我脚放在你脚下。”哇，这样学习，没有。可是事实上，有的时候这么做，有没有反而自己比较开心？这个整个过程必须在我们心甘情愿，而不是说这边要注意，那边要注意。对，不然如果弄得动辄得咎的话，那很辛苦。是真实的，你能做就做。不能做的话，对方如果有更多接纳的话，那就是变成一个很好、很好、很享受的婚姻。最棒的你，要不然的话就很紧张。我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爱心呢、啊？我有没有包容呢、啊？啊，就是要怎么样？又本来是你要改变的，我现在变成我也要反省啊，那就有一点辛苦了。对，不过我相信你刚刚讲的是从你心里面发出来。那当然，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就有点像我们所谓说，二里路。什么是二里路？圣经上的哈，就一里路是本来就应该嘛，可是二里路本来你就应该要把手机带好，你就不应该把东西乱放，不能忘记。可是二里路说，因为我爱你的缘故，我下次应该多一点的帮助你，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忘掉。所以这个先生很棒，对，欢迎谢老师。你弄我弄，你弄丢我弄丢，何必在乎那么多？对不对？都一样。夫妻之所以美好，其实大家彼此有一些小瑕疵，才会真正的有所谓的对方的存在感。对吧？那今天呢，我们讨论蛮多，然后在这边为我们对今天的话题做一个总结。我在想是说，婚姻是神为我们设立的，是要我们来享受的。是，那慢慢我们就发现说，让我们的配偶快乐，才是让自己快乐最简单的方法。很多事情如果要争执，要对方改变，自己弄得很生气的话，不如我们就先接纳，反而结果大家都比较快乐一点。那我今天听到两位这样讲，我很感动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见地、有深度的夫妻们所做的行为这样做应该要祝福你们白头偕老，而且快活度日。林真老，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刚我带的一份礼物是这样让你们可以跟着大家来欣赏一下你配偶的优点。那我想最后我想夫妻还是就是彼此面对面，然后对着对方向他感谢一句，谢谢你对这个家的付出，然后谢谢你对我很多的容忍，然后我希望我们的感情会越来越好，然后呢我们也会因为我们有两个小宝贝，然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更加的圆满，然后让我娶到不仅是这么漂亮而且有这么有生命的老婆。真是好，谢谢老公这么的包容我，因为你包容我，所以让我可以有成长的机会，然后谢谢你爱这个家，我真的很爱很爱你。听一下，你是我的贵人，你是我最佳的帮助者。我发现一加一不是等于二，一加一还是等于一，让这个人更加的完全，所以我感谢你。谢谢。徐伟，其实我常常思考过，我的脾气各方面真的很不 OK， 可是你可以用很大的包容你来包容我，所以让我们的婚姻可以走下去，而且让我在走这二十多年来，我虽然一般人会觉得我好像很活泼，很像很强势什么的，可是其实事实上，我觉得是因为你在我后面当我的后盾，所以让我往下走下去，我从来没有忧愁过。是，谢谢你。听一下嘛，谢谢。听一下。
啊，真的让人觉得非常开心。今天也感谢我们两位老师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建议。那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你也是每天醒过来就去数一数你跟你另外一半之间你们的美好，你们的照片拿出来看一看，一切呢就是因为它有瑕疵，所以它有存在感。那也在这边祝福大家，然后不要忘记哦，常常转转发现爱。我们下次再见喽。